为了降低新冠肺炎对民众的威胁，秀水乡公所针对乡内人较侪所在、甲校园、庙宇等等公共场所进行全面的消毒作业。马乡村长陈明照也特别号召社区志工，做伙到村内大街小巷进行消毒，甲防疫工作做到上彻底。村长、社区理事长等人是带着志工用消毒水，将村内每一个所在拢彻底消毒一遍。新冠肺炎疫情的升级，秀水乡公所随指派人员，针对乡内林调组织以及校园、庙宇等等公共场所进行全面的消毒的作业，加强乡内防疫措施。这几天哈，这个疫情哈，非常严重哈，较真确诊人数哈，一天比一天搁较侪，所以讲。咱秀水乡公所在这两天吼，咱所有六间国小、一间国中、一间高中吼，全面吼来做这个消毒工课，包括一寡市场、咱这个公共场域吼、咱讲的庙事，还佫咱这个所有吼，全部做一个消，做一个大消毒吼。咱今仔日咱美营社区吼，伫咱这个村民组找村长吼，咱庄内佫特别吼，佫甲伊布一届。全面家家户户，拢要来做一个这个清洁的工课哈。也感谢哈，咱陈村长，以及我们社区的理事长，以及咱在社区的志工。为了让马乡村的每一个所在拢做好消毒的作业，马乡村长是特别号召志工，伫村内每一个所在特地进行消毒的工作。乡长吼，这两天就已经规乡拢有来做这个消毒去啊哈。阮就旧年头一届疫情，阮就拢全乡全。全村拢用啊！即届呢，阮搁再加强啊！咱乡长呢，全部开始咧规村拢转去啊！但是呢，咱今仔日呢，咱的马乡村呢，咱是咱的做理事长带领之下，甲咱的志工呢，咱规村啊，大大细户，咱拢搁来做一个最后的部署，啊，搁来甲消毒，把这个伤害降到最低。疫情严峻，各地拢伫咧加强防疫的工作。关员涂淑美嘛，特别来关心马乡社区消毒的作业，看卖是毋是有需要协助的所在。今日吼，咱的这个咱的陈明照村长，啊，搁咱的助理市长吼，啊，搁咱乡长，啊，搁咱遮所咱遮志工吼，伫顶年这个疫情开始发生的时阵吼，因规庄都已经拢消毒了，所以讲这边嘛是提前部署吼，规庄拢来消毒，不管是消的咱这个。咱这个疫情的病毒也是好，也是讲咱这个蚊虫嘛会减少，所以讲吼一减二个。村长表示，从村内每一个所在拢消毒过，居民嘛较安心。感谢社区甲志工的协助，甲地方的防疫做甲更加全面。新中华新闻蔡良清秀水采访报道。